今天我们的小目标是冲矿洞到40层。咱们这又不是单人档，这是有小米 carry 我的双人档，毫无压力，好吧？23层，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吧？啊，12点了，12点了。还有2个小时，我觉得小米在跟我撒娇，他一点都不慌，好吧？中间出了，你一直往下走就有，这不就40了吗？白色的小猫，然后我来出一下货啊！这个5000的财宝箱出掉，离谱离谱，有好有钱的，我们现在就好有钱。对，我们这些钱主要是卖了，明天要去买作物种子。我把三寨鸡给你带上，你东西拿了就走吧。好的，我先去捡一点觅食。好，书也带上，然后再带个箱子，别忘了。好，我带个箱子。然后今天我们的小目标是冲矿洞到40层。是的。拼音说两个人冲非常的简单。啊，这不是很简单的吗？反正我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从来没有冲到过一天冲过40层。咱们这又不是单人档，这是有小米 carry 我的双人档，毫无压力，好吧？不，是拼音 carry 我。啊，今天韭葱还不少嘞，捡了2个大韭葱。哎，这边还有一个，3个。好，我在努力追赶你的脚步。哎，看到两个蚯蚓没有锄头，好难受呀。没关系，你就是没有看到，用脚把它踩掉，踩回土里去。啊，可以给大家看一眼这边的地图，这边就不完全不一样了。然后马龙站在这个码头这里，马龙其实是一个可以很重要的 NPC。后面要开博物馆，不是开下水道的话，要马龙的好感。那我们后边再努力吧。对，让以后的崔英和小米美莎去考虑吧。好的。然后武器给你放下。我来收一下，然后你冲吧。好，我把东西收一下。嗯，OK。来，这我们的第一次双人下矿之旅。是，然后。我们这个档是没有用鼠标，哎，上面出了，没有用鼠标红的，就完全是也没有，虽然加了快速动画，但是没有改变工具的速度啊，所以这个是不影响的。对，是一个很纯粹的。下面 ，OK， 本来我们是觉得，本来觉得既然是休闲档，那其实应该开一下鼠标红，对不对？因为用同样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就更多时间可以休息了，就非常休闲。然后是后来因为一些硬件原因，然后因为我们想把更纯粹的内容展示给大家，好吧，就决定还是不用了。不是什么硬件原因，或者也不是因为小米射不出来啊，根本不可能是因为这个。对，好的，就是一些纯粹的，就是我们想纯粹的给大家一本正经的说，纯粹的想给大家展示。右边，走，小米的粉丝说，看了30年小米实况。没见过这么满嘴跑火车的小米，都是被我带坏了。哎，给你出两个口的，我看你也出了一个。对，可能是有延迟，他没判定到另外一个人已经出了。哦，有时候会这样。这样，这是新发现，双人竟然可以出两个洞。
联机的话偶尔还会说是比如说我出了一个但是你那没显示，你要再把那块石头凿了才会显示。哦，还有这样，就有点离谱，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一层石头这么少？对啊，这么少。哎，这边出了。那走，看看。我这边有延迟啊，所以经常有矿啊，这个石头啊，捡不起来。没事，我来帮你捡。我们两个联机用的是孤鹰，双人联机孤鹰还是挺好的。孤鹰直立层的话，武器号打一下可以掉山药跟炸弹什么的。哎，出冷在下面。Okay.那边有好多箱子，这边出了箱子，我去拿一下。哇，这箱子出了，出了，我也很难受。你上来给我一下桶，我做个熔炉。我来了，我这就来。或者你能做，你直接做一个。我应该可以吧？没有石头，我没有石头，我把桶搁里。OK。可以冲了，我也得清一下包。嗯，好，我下去。Okay. 双人配合，就是所向无敌，好吧？我烧个铁，明天给你做一耳机。好嘞，我已经六级喽。好，然后我们是提前去重开看了一眼，沙滩是已经有海胆跟珊瑚了，所以说明天再带三个铁。小米就可以做鱼饵机了，然后就可以快乐的钓大嘴鲈了。是的，然后这个大，哎呦坏了，我直接下了，我没拿煤，那就直接下了先。那你先下吧，我去拿一下。好，然后这个鱼饵机做什么的话，做什么鱼饵的话，大嘴鲈鱼肯定是最挣钱的。不过如果要是你钓技术比较好，然后想赶快升级的话，也可以考虑去用大头鱼的鱼饵，因为大头鱼比大嘴鲈鱼容易钓到完美。完美的话，就是完美大头鱼的经验是要比不完美的大嘴是要高一些的。嗯，而且大嘴的话，它到晚上七点之后就没有了吗？对。你下去了吗？还没有，我在努力寻找梯子当中。好黑呀，这一层就这么黑了。是的。哎，有在下面。OK。努力的凿，凿。我在前面的石头还比较好凿。嗯。然后明天我们会去升级一下铜斧。哎，右左左上角有。啥时候出的？我咋没看见？你也没看见。我也没看见。哎，你人呢？我上去存了个包。啊，这边有了。OK。铜，我们目标要多少个呀？铜顺路收下就好吧，不是特别急用。这儿里边有一点点。行，那你去那边。中间出了。好嘞，一会儿过去。好多铜啊！今天运势果然不错。是的，虽然只是0.05，但是还挺够用的。来，让依依解释一下这个0.05意味着什么。星露谷的运气就是默认的话是0.1跟-0.1之间波动，然后，就是会好运的话有更多的矿出现，然后每凿开一块矿，右边出了，每凿开一块矿的话，掉的矿石数量也会有影响。然后出梯子概率也不影响，所以说好运下矿是有加成的。这边有煤可以拿，我一定要记得拿，所以不能看到梯子跑。0.505已经是挺高的了，这个中位数之上了。对对，应该是一个金星好运，一星的话还要再高一点。哦，我这边已经出了，右边出。这边我截图看一眼，你先挖着。我先挖着。加油！争取在我看到之前结束战斗。难呢？嗯，没有，挖吧。那只能一路向前了。一路向前。
两个人还最好不要挖同一块石头，因为对。会。哎，你这几个还有虫延子迟吗？眉目清奇，但是却不出梯子。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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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20层了。20层，箱子我们都没拿，因为我们的装备都挺好了，所以箱子就都没开。你来烧吧。哎，我把这个放过去了。OK， 我来烧。如果你的武器不好的话，还是要拿一下混合矿洞的箱子。这边可以下了，我想。嗯，这边是个怪物层，没关系，我们武器好。其实一开始只有一把森林剑是 SV 那边出的，但是我们运气好又掉了一个。一个对，我们这个双人档开局运气还是正经不错的。你不要说了，掉上财宝箱的人不要跟我们谈什么运气。门口在门口。对。就是因为杀死的最后一个怪，他的地方刷不出洞来，所以才在。对，最好让他死在这个地板上，而不是沙地上，就可以在他原地出一个梯子，不用再跑回去了。平时这些怪是一样的。23层。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吧？什么压力？有压力的话。左下角，左下角。嗯 ，OK。后面就是30多层，据说是出梯子的概率会高一些。我是道听途说来的小道消息啊，就是好像是30多层。有口有口有口。Okay, 对对对。30多层的话，它主要是难度就在这个亮度上了，所以听说这个出梯子概率会高一点。我们即将来验证这个玄学。但体感上，以前下矿感觉好像的确稍好一些。那希望今天也是这样吧。哎，有有有，有有有 ，OK。想你下次可以是来打冲层速通。好呀，你们每次速通时间好多是上午，我竟然赶不上。嗯，是。我们最近前两天又过了一个审核，他审核之前卡了60多个，一直没有过。哎，有又上又上，突然全都给过了。我们现在是1:60是有8人的官方联机，然后下午是从我们是8分37秒，好像是最新的记录。37秒，120层不挑战一下吗？120层我们打了，我们是初1.6第一天打的，然后是20多分钟，好像是那个还挺累的，我们是就尝试了几次没有去。衣服耶，衣服，衣服，快穿快穿。看小红变小绿了，小红变小绿，小蓝一会儿变成小啊，不好看，不好看，好难看的衣服呀！不好看可以不穿，可以留着等以后有了搭配的衣服再穿。更好配的，更好配的，先穿一天吧，先穿一天。啊，我去上面看一眼有没有，上没有，我挖吧。啊，最上面，最上面，哦，中间上面不是右上角。好嘞，你去下面看一下。这是个圈，我记得。这边好多桶，我收一下。因为你去左上。哎，右边，右边有梯子。哦，我来了。这个还是最好两个人走同一边。的确。我把这桶收了先。把下面箱子也抬一下，对，39点钟还可以，因为我们困难献祭的话要胡萝卜胶，好像是20个，所以还是要开一下箱子。为什么前面没有开？一定不是因为忘记了，一定不是因为忘记。我也尽力开了，我路过的我都会砸一下。OK OK， 你在31吗？没有，我在楼上。我的31，哎呦，31好黑呀、啊！哎，我来拯救你！好像出了！哎呀，在一个我很难形容的中间的一个，看到了木桶旁边。哦，幸亏你能看到。
否则我都不知道怎么过自己的在哪里。用心灵感应，我听到了小米给我的描述。左下角，左下角。左下角。对。我觉得我是跟着你走的呀，我怎么没看到左下角？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是从右边过去的。你们又相逢了，相逢。10:40。嗯，我心里有点慌。慌啥呀？对，依依很有信心。这才11点。才11点。说的好像，走走走走，哎，左下角，小米平时又不是那个早睡的。哦，有中间有梯子，梯子，都是熬夜的辛苦人，11点算什么？站一下吧，啊，我上去上拿点鱼吃。我站一下，我这有吃的，其实可以给你。出了35算。好好，我好35可以，可以。这个36下面有，绕到下面来，往右。往右绕。嗯。然后37也有，你可以把铜收一下。哎，果然好出呀。对呀，啊。我收一下。你们录屏为证，我不是在小米这个上去的时候顺便不是偷偷。掏出梯子来放地上的这个38在美车旁边。啊，12点了，12点了，还有2个小时。还有加铁呢。我觉得小米在跟我撒娇，他一点都不慌，好吧？中间出了，你一直往下走就有，这不就40了吗？还有刷铁呢。好，刷铁，就是小米需要一些铁，明天去做，鱼饵机。我们尽量就是今天给他刷到15。有没有铁破败呀？来我下。我看一眼。感觉没有。没有，走吧。右边那个太远。走。联机的话要等他10分的时候刷新。嗯。就等到50了。到你时间卡在42了，没有。错觉。但有的时候感觉会回跳一下。对。这可能是这个时间显示 mode 的问题。OK。好黑呀，咱俩。上去吧。这边烧铜的话，是为了明天去升铜斧。毕竟我们有财宝箱了，对吧？我们有钱了。我们有。想升什么升什么。啊，哦，真的吗？这么黑的吗？嗯，目前还一个铁没有哈。我身上有6个，这里面还有个钉，再刷4个铁就可以了。09，这回等他跳稳。11，冲！好，冲！好，这有一个铁矿。嗯，有1个铁矿石。好像不够吧？的确。嗯，铁钉我们后面要拿回去吧。到30再下一次。从来没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好，有。哎，好了好，我有炸弹，我有炸弹，炸弹，炸弹，炸弹。速上去。好了，然后咱们清一下包就可以了。速上去，上去，整理一下包。好，哇，好多钱啊！看一下今天的结算，15000。这个财宝箱就5000，还有这么多鱼，都是我们小米辛辛苦苦钓来的。然后我稍微钓了一点点。我可能是耗了一个月的元兽。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春6，春6是一个超级好运天啊，但是我们就比较忙，可能暂时没有时间去下矿。我把铜锭给你放下了，没放下，对不起。好嘞，你扔地上。今天我们有超多事情要去做啊！首先要去砍树，凑够300根木头去修桥，去拿我们的，珊瑚跟海胆。三个珊瑚和海胆做那个鱼饵机的。然后我还要去跟 NPC 们去搞好关系啊，主要的原因是在我们的这个 SVE 的版本里呢，一些原版的 NPC 它加了好感度，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 NPC 啊，我们要着重的去触发这些新的 NPC 的剧情，然后还有就是马龙和钢 Sir 是有好感的，还有法师、嗯、马龙的好感度影响到我们开下水道的进度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要着重的去照顾一下。对，钢 Sir 就没有什么用处，可以先不管他。法师有用吗？不是这个意思，他还是有新的剧情的。然后、嗯、我们会把这些新的剧情都给大家看。对，法师的话他就是在 S V 里变成一个可攻略的角色，然后具体他是一个怎样可攻略角色呢，到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看。哦，我听说过，是不是阿比盖尔是法师的私生女、啊、的确他虽然跟刚刚说那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的确他有这样一段剧情，而且还 描写挺详细、是正面描写。那老皮是什么情况？我好好奇啊！他会跟法师当面对质，你想知道到时候发生了什么吗？记得赶紧关注我们，订阅我们的合集，到时候就可以看到了。这波营销不错。然后此外呢，除了这些 NPC 以外，我们的困难陷阱里面还需求格斯的好感啊，格斯的实情好感会给两个烹饪配方是影响我们的告来献祭的，所以格斯的好感度要冲，是冲。然后今天我还要去买一下我们困难献祭几乎大半部分的需要的这个种子数量，让大家知道一下有多离谱啊！我给你放了木头在那个里面。好啊，好，我刚好把体力卡空、嗯，走了，走，走了。逛街之后，茵茵会负责把地开开。是的，家里就交给我来整理吧。可惜了，今天的好运天没有去冲矿。嗯，没有关系，咱们已经冲到40，已经圆满完成任务了。嗯，我们就是绕一圈啊，先去海滩，然后下去跟 SVE 的 NPC 打一下招呼，再回来。然后在 SVE 的版本里呢，这个周家的种子要比我们皮埃尔那儿便宜啊，所以我们一会儿去周家那儿买。对，之前原版其实有一个剧情，就是皮埃尔跑到皮埃尔杂货店来说种子降价了，大家都跑过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激动的跑到周家去买种子啊，反正我当时是有的，然后发现被骗了之后非常伤心，但在 SV 里面这个剧情就被做出来了。不错不错啊，好多珊瑚海胆的，我们够做两个月三个，用你用一个，我用一个，扔一个，好吧？砸一个，让 NPC 踢一个，就是富裕。然后我们再从这边直接去看一下索菲亚，嗯、这边是索菲亚的农场。对，哎，我们之前还在说，什么做了 SVC 之后，大家最喜欢的 NPC 会是谁？然后小米说，肯定是索菲亚，肯定没有别的选择了。那他长得这么好看，而且还是个粉毛，谁会喜不喜欢粉毛的妹子呢？你还没有看他的剧情，你就已经爱上他了。SVE 的剧情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啊，大家不要剧透啊，给我保留第一手的这个惊喜感。对对，大家可以在弹幕多讨论一下，就是除了什么就是你在 SVE 最喜欢的 NPC 是谁，不限于索菲亚，让小米抱有多一点期待，对吧？不要觉得就是这是单一个人的、那个、这个安迪家好脏啊，哇塞，地上全是什么泥印子啊。他虽然家里比较脏，但你有没有发现他家里的脚印都是呈直线行走，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条理的强迫症。他强迫的地方好像不太那个啥呢，很奇怪。然后我们从这边绕一圈、嗯、这两个 NPC 打招呼完、嗯、然后去买背包，去跟格斯打招呼，然后去买种子。安迪他虽然就比较邋遢，但是他就是他也是一个农夫嘛，但是他其实挣的钱比较少，这么多年就一直比较挣扎，然后他一直在周栅买种子，他喜欢周栅，因为周栅的东西他觉得比较便宜，然后就是比较适合他这种消费水平。然后嗯，他就很想多挣一些钱，但是也找不到好的方法，后面就会有他的剧情，然后他就发生改变。我给格斯送了一朵黄水仙。好，然后去买背包，不买背包我们今天种子是放不下、嗯、记得没事来记，然后赶紧去找克林特去升级我们的斧子。嗯，
奶奶隔着栅栏看到我翻了垃圾桶，哎，奶奶你有透视眼吧，奶奶。克林特，来来升级一下，我这要点上铜垃圾桶，你会不会更出皮？没事，小米想点什么点什么。啊，依依真爱我。好了，我来到周家。哎，今天是马丁在上班，他跟克莱尔是交替来上班的。然后我们开始摆了，一共要40个防风草，31个土豆，20个花椰菜，10个郁金香，115个购物清单，见证奇迹的时刻即将到来。见证奇迹的时刻，7个青豆刚刚好，刚刚好。刚对，这一定是我们精密计算的，一定不是就是刚刚就是恰好，恰好对吧？这都是我们的极限计算的结果。没错，没错。你跟奥利维亚打招呼，天哪，你真可爱，亲爱的。哎呀，他好甜呢。是的。但是他儿子呢？他儿子，儿子可能在不在家？他儿子正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所以经常会出门转一转。啊，我为你点亮了回家的路。啊，太好了！走，赶紧回家。一背包的种子在等着我耕种。对，我们这个档的话，因为是双人档，然后我因为玩过 SV 了，我们就打算让小米去体验尽量多的 NPC 剧情，然后我这个号呢就不去刷好感了，这样我们也可以省些时间来呈现更多的内容。嗯，对的。然后 NPC 剧情会有我和音亲情配音奉献。我生了一点鱼可以明天用。啊，不用浇水，今天体力还是能撑。我再做个箱子，有点不够用了。啊，你这个布局好好看啊！中间是稻草人的位置。对。啊，恰好应该是恰好一个稻草人的范围。对对。啊，很漂亮。这时候还不截图，愣着呢。我把工具放在第二个箱子里，到时候可能要再补一批甘蓝。这期的话，为了升工人等级，可能不太容易出足够的金星。我们是要好像15还是20？哦，要施肥吗？要施肥吗？啊，要，甘蓝要施。其实不施的话，应该也不会是什么特别特别特别大的事儿，但是能施的话施一下。我没有，我做不了哎，你能做吗？树叶呢？啊，我扔给你了。不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我没有升耕种，耕种是你升的，看来是。可以是，应该是明天就不可以了。对啊，今天可以，但是你今天不浇水的话，明天应该也可以试。你们树叶其实不太够，能施多少施多少吧。我们尽力了，好吧，尽力而为。尽力了，尽力了，要金星嘛，尽力。我们还在这种尽力的过程中还抽了一点做蜡烛。对，没错。今天就这样吧。好吧。好，今天是一个超级霉运天，是刘易斯的生日。今天就要浇水了，要浇。要浇，可能要全浇。我不知道咱们两个在体力完之前能把它浇完。应该浇不完吧。我也觉得。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浇完也没有关系，因为草莓咱们可以晚两天种，对不对？嗯，草莓我们反正只要收两波嘛，可以晚两天。防风草就先不浇了，我不小心浇了点昨天。那我不要浇防风草了。防风草不浇吗？一点都不浇呀。可以不着急浇，后面有了体力再浇。哦，好的。我还以为你的意思是跟你昨天浇的打成昨天我昨天有浇错了。对，我们需要赶紧就是打理一下我们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不能天天逛街，马上要饿死了，浇水浇到晕在地里，而且没有体力恢复啊，只能睡觉了，再这样下去。哦，对，连击怎么可以睡觉啊？是可以睡觉呀、啊。感觉还是交到完的吧。交完肯定是能交完，但是还能不能剩体力干别的就不知道。这个原版 NPC 的生日你还要去送吗？也可以明年再送，对不对？明年再送吧。但是像女皇也不看了是吧？反正有书，有书。明天下雨，好消息啊！终于下雨了。今天租车看吗？也不需要了是吗？我觉得扩散现金一般都用不到，咱们有什么一定要买的东西吗？其实没有。他除非卖个怎么优质撒出去，但怎么没有钱？没有钱就不去了吧。优撒还不如去索菲亚那买呢，优撒也可以去索菲亚。哦，对。那就不去了，省了好多事情。不去了，就当我们已经看过了，然后没有什么好东西。好了，交完了，居然还有体力，咱们去钓鱼吧。走吧。有把鱼饵机带上，我这个炉子要拿着吗？炉子没什么东西要烧了吧？好、哦，走吧，直接走，直接快乐钓鱼一整天。哎，还行哎，两个人交完才九点多。嗯，团结的力量，人多就是力量大。没错，今天钓鱼能七级吗？不太可能。我都不记得我钓鱼多少级了。你是五级。你是不是这次我一定就不要再站在浅水区钓了。你是为了把这个我的视野完全露出来，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一定是因为这个，才不是因为我忘记了的。有两个鱼竿吗？有。啊，怎么没有鱼啊？没有鱼做第一条鱼饵。钓一条。钓一条。放在这儿，放不下，放这儿。
我正在用塑料稿子在冲层呢，我刚才刷矿的，不是在冲层的。我突然反应过来，塑料稿子冲什么层？到时候咱们俩一起冲。对，这样比较好。嗯、对，一起冲。马龙站在那儿吓我一跳，跟他说句话。就是刷矿，然后把农稿的矿刷出来，再刷点铁，到时候做优萨，能做28个优萨。对，我有好多铜啊，我有好多煤呀、啊，嘿，啊！听声辨别，你钓上了什么鱼？啊，等等，鱼哥，稳住，鱼哥。汗流浃背，时间再走嘛？我怎么感觉他不走了呢？什么东西啊？哦，走了，走，怎么会不走？小米说：“我宁可他不走，多希望他静止啊。”那是我今天的鲶鱼鱼饵不给力啊！三不会是打，因为打了一个 mod， 所以钓鱼的时候有失停吧？应该没有吧？没有失停啊，哪有失停？可能是两个人都钓的时候在失停，有吗？但之前没有感觉到吧？没有，就是没有。因为我们想多看一些剧情，所以打了一个说什么双人过剧情的时候暂停时间的 mod， 但不知道好不好用。没测试过。嗯，就用心去体会吧。他明显不走了啊？是吗？我在钓鱼的时候他就不走了吗？好像因为我在刷矿，我在盯着那个时间。我现在10:30，我开始钓这一条，你看他走了。OK， 一、二，哎，不走了，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你是错觉啊？真的吗？你一定是错觉，可能是我在等待他刷新的时候时间显得格外漫长，就是我就觉得他走得飞快。我的鲶鱼我觉得都变鱼饵了呀，一条也没留下呀。啊，怎么回事？因为上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啊。哦，鲶鱼的比例并不高，说好的鲶鱼饵可以90%上的。鲶鱼不会还要献祭吧？哦，你待会儿看一眼，上面应该有血。才两条，我现在只累积下来了两条。加油！看又不是鲶鱼，这是什么鲶鱼？这不是暗改了？威力的夹猫围猎产品，是不是暗改了？10, 11, 12，你看它不动，13, 14, 15, 16, 17, 18。哦，可能我知道了，是我停在这个电梯界面的时候，它应该是失停，然后你掉的时候应该也失停，两个人都失停，让它不动了。人家还是两个人都失停的时候，它的时间就不动了。我怀疑是这样。所以这也是 running late 有 bug 的问题所在吧？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刚等的时候停在电梯那个界面。哦，我说刚才 NPC 怎么走走停停的？走走停停。对，在我这旁边走过去的时候，走一两步停下来一会儿，走两步停下来一会儿，好像在不走不停的回头看。应该就是因为我在切电梯。我在过层数什么的。
所以说有帮助，虽然有限，但是有些帮助。海里掀起了鳗鱼狂潮，我要去吗？感觉像中像那种什么寿司店的广告，虚假宣传是吧？有测过吗？这个狂潮真的有用吗？我从来没在狂潮里钓过。狂潮其实有了鱼饵机的话，用处就没有那么大了。它类似于像一个气泡加鱼饵机。的确，特别想钓某一种鱼的时候，刚好那一定很强。而且它这个的话，如果你重开这一天，它的气泡的时间不会变，但是气泡的鱼的种类会变。狂潮的种类会变。对，不要问我怎么知道，不是，肯定不是因为我重开某一天打了好多次，刚好碰到狂潮。